区的英雄，吾将秉承其意志。大陆的天空不应该被魔云遮盖。死亡正在凝望着你。大陆的天空不应该被魔云遮盖。师父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真令人担心。拜托你了，一定要保住师门。奈何魔物太多，师父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。拜托你了，一定要保住师门。师父最近身体不太好，真令人担心。魔物休想越过我身后一步。快去帮助师父。奈何魔物太多，师父的安危就交给你们了。悟空门的武学要一步一步，他日终成大器。身为大师兄，没能守护好大家，实在惭愧。无二，悟空门的传承就交给你了，再来看看吧。击败魔龙，夺。马上激活封印之剑，获得专属被动技能。悟空门一定会在你手中发芽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一定能渡过难关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
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盗杀个渔村的安危由我们来守护。坐骑，紧接坐骑可大幅度提升战力。绝不能让海盗的阴谋得逞。天下不太平。百姓放心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那个通风报信的声音很熟悉，我怎么……渔村的安危由我们来守护。渔村的安危由我们来守护。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绝不能让海盗的阴谋得逞。绝不能让海盗的阴谋得逞。我们遇到了一个携带魂魄的 BOSS， 战胜他之后可以吸取魂魄，把他收服为我们的守护。他吸取 BOSS 魂魄，凝聚成守护圣圣。强力守护，激活守护即可获得专属守护技能。守护除了自身拥有不俗的战力，还给主人提供强大的技能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那个通风报信的声音很熟悉，我怎么就……若是事成，我岂不是……啊，没什么。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有我在的一天，休想谋划渔村。提升属性可以领取奖励，达成所有目标之后还可以领取超级技能奖励。其技能威力巨大，合理释放可大大提高打怪效率。
之剑激活进度达到100%，快来看看吧！成功挑战。守卫，英勇无畏。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村长，我自然会神仙士卒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那个通风报信的声音很熟悉，我怎么就……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放心交给我吧，没啥难得到我的。我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绝学修炼成，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加入帮派后，可以和同伴们一起成长。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天选之人果然应劫而生。
选之人果然应劫而连选之人果然应劫而强化系统开启了，我们来看看吧。强化装备可以让你变得更强，每次强化都会获得战力提升，再来强化一次。不需要的装备可以通过分解来获得铜钱和培养道具。连选之人果然应劫而生。游戏中好玩的东西都在玩法里面，赏金任务可快速获取大量经验与铜钱。待我祖传绝学修炼成，把海盗杀个屁滚尿流。感觉上次在集市买的降龙十八掌快练成了。兄弟们，听得到吗？天选之人果然应劫而生。老天，我的开通 VIP 四，畅享打怪经验加成和免费传送，升级快人一步，快来体验一下 VIP 特权！现在开通 VIP 四，享有6折优惠哦！先体验一下免费传送吧。我的药田，我的心血都没了。武神塔的入口开启了，武神塔每个区域封印着不同的魔物与武魂。来看看新获取的武魂吧。获取的武魂需要装备到身上才能激活属性，品质越高属性越……兄弟们都这么高冷的吗？我的药田，you
药田，我的心血都没了。